下来我要进入赛道了，我就举起了我的右手，示意我要进入赛道。在永安这个赛车场啊，它有个特色是，它的柏油的石头啊铺的比较小颗，也就是比较细，所以它的抓地力啊会稍微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它的赛道会比较滑。所以当你刚出去的时候，当你轮胎温度还没有上来的时候，还不太有抓地力的时候，不建议就是非常激烈的超降。你等它轮胎温度上来以后，你再开始做你想要做的动作，再去测量弯速啊，这样会比较适恰一点。那在永安赛车场啊，它的弯道啊几乎都是参考台湾几个比较经典的赛道的弯道，例如说它就会有力宝的啊，会有西湖的啊，会有大鹏湾的啊。虽然大鹏湾最近那个关闭了，不然大鹏湾的赛道其实真的也蛮好玩。我人生第一场业务的比赛就是在大鹏湾，而且那一场比赛非常特别，还跟蔡成阳一起跑，结果我还被蔡成阳套圈，干得好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赛道了。一开始它是一个连续的弯道，高速连续弯道。在做这个高速连续弯道的时候，油门尽量不要放，方向盘尽量打少一点。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转弯，就是折角比较大的一个弯道。然后它接了一条很长的直线，那因为它是接的很长的直线嘛，所以刚刚那个弯道的那个刹车跟那个转弯就非常特别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直线可以累积你的速度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所谓的左左弯，左左弯就类似于我们力宝的右右弯，很像啊。像这种左左弯啊，通常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两个弯道来做，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弯道来做。好，接下来就进入到要接直线的这个回头弯了。这个回头弯很重要的是转速尽量让它不要掉，因为接下来是一个很长的油门时间，通过龙门架，然后再通过刚刚讲的高速连续弯道，有没有？它一直接续的，所以你刚刚那个回头弯啊，要控制的非常好，车子几乎不能打弯，转速不能有掉。那这个地方也是，因为它接了一个很长的直线。等一下我会特别讲这几个非常重要的弯道。好，这时候这个直线一直在走，一直在走，速度累积出来以后，这个地方其实很经典，就刹车，哎，好，带进去弯心，好，尽快可以补油，尽快补油。然后接下来来赶快靠到右，然后把这个左左弯把它当成一个圆弧在开啊，把它当成一个圆弧在开，不要把它想成它是两个弯，把它当成一个圆弧在开。那这里有一个左弯啊，稍微松一下油门，或是油门稍微不要松，方向盘打一下就好。那这个地方，刚刚那个地方那个弯道的重点，我刚刚讲了，尽量不能打弯，所以轮胎的那个声音啊，要尽量越少越好，因为轮胎如果一直在尖叫的话，代表你的那个车子就一直超过极限的状态。好，接下来讲这很重要的这个弯啊，这个弯刹车，来，接下来把这个刹车带进去弯心啊，赶快补油。为什么要带进去弯心呢？因为我们要赶快对准出弯点，因为它既然后面是一条很长的直线嘛。我们刹车含久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越快对准出弯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刹车含久一点，你的重心几乎都还在前面。那你重心在前面，你前面抓地力就会比较好。你前面抓地力比较好，你方向盘转就会比较有反应。好，所以这个原理是这样。OK， 啊，只不过这个刹车是真的需要练习的，因为有时候刹车需要大力踩，有时候需要慢慢踩，有时候需要轻轻踩的不一样。然后这个回头弯也是。尽量身体的重心要做好一点，稍微一定要去压住车子，把车子压好，不要让它打滑。那这时候这个速度的累积，你看直线，然后高速的连续弯道，方向盘打少一点，你的速度累积才会越来越好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地方哎非常重要，因为接了很长时间，刹车带进去弯心，好，那就开始补油门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要带多少呢？其实建议啊，各位就是一开始上去的，你可以稍微刹车带久一点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带久一点，你知道这时候它是弯得进去的，包括这个弯也是一样，你知道它是弯得进去的，你下次你就不会带那么久，那不会带那么久，你进去弯的弯速就会一直提高，一直提高。那你弯速一直提高，当提高到弯不进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刚刚那个弯速，刚刚那个脚感其实是已经是最适恰的脚感跟最适恰的弯速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弯速是需要测量的，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弯速把它测量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在走这个直线的时候一样，好好走，从外啊内啊，尽量不要打方向盘，一直走一直走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刹车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重点，你刹完车的时候，你在补油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补油不能有犹豫。像
有时候啊，我们会犯一些失误，就是油门下以后觉得不对，又收回来，又再下一次。其实如果你要做出完美的圈速，这个动作其实是不 OK 的，就是你不能收了以后再放，对吧？哦，就像刚刚我在过那个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稍微听出来一点点？对不对？我就稍微下的时候稍微犹豫一点。赛车它是一个非常果决的运动，你在做这些的时候，它是不能有任何犹豫。你要下油门就下油门，你要如何下油门就要如何下油门，不能就是哎要进又要推这种感觉。接下来我很完整的把这个赛道的关键把它讲一次。外内走到直线往龙门架走，然后接下来进入到高速的连续弯道，方向盘尽量打少一点，油门不要放，利用方向盘的一点点来修正就好，不要怕把赛道用尽，其实这是必要的。然后刹车带久一点，把它带进去弯心，赶快补油出去，因为它还是一条很长的直线。那记得一定要用尽赛道，也就是外内外。当你用尽赛道的时候，你的弯速就会去提高，这是正常的。刹车带进去弯心，差不多可以补油了，赶快补。好，尽量不要让轮胎积太久，因为积太久代表它就在一直在极限。接下来稍微可能松一下油门啊，全油进去了，把这个左转弯当成一个弯，当成一个很大的圆弧在转。接下来稍微松一下油门，转一下方向盘，哦，可以了。来压住你的左边，把车子压住，不要让车子打滑，油门赶快下，尽早下越好。然后直线，这时候就是一个最佳的圈速了。OK。